台湾 YouTuber 鱼干以美食开箱等主题的影片打开知名度，清零的形象备受喜爱。不过近日有网友发文表示，鱼干整个身体都往右边歪斜，头也会不自觉的往右歪。对此，鱼干亲自制作影片回复了网友的疑问。他晒出了2016年自己刚露脸的画面，表示他都歪这么多年了，竟然到现在才被拿出来讨论，还笑称这该不会是自己要爆红的前兆吧。接着鱼干透露，他睡觉习惯睡同一侧，吃东西用同一边咀嚼，矫正牙齿期间不爱打开嘴巴说话，或许都是脸歪一边的原因。虽然面对网友的评论，他还是感到有些沮丧，但长歪并非自己的意愿，而且以前被说胖，现在被说歪，以后肯定还是会继续被嫌弃，因此他选择以正面的心态面对，毕竟人最美的样子应该是自己最快乐的样子才对。希望你们不要因为别人一句评价而感到沮丧，你最美的样子应该是你最快乐的样子才对吧，正能量就分享给你们了啦。